天台的门一直都是锁着的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刚才在天台上确实看到一个女的，短头发，手里还拿着一个这么长的东西，在那边看，还边嫉妒着什么。哦，对了，她旁边还有枪啊！我怀疑她不是好人。枪？对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骗你这干嘛呀？刚才在那还吓我一跳呢。不好，他们说的好像是一番情。你愣着干嘛呀？ 赶快打电话给巡捕房的探长，就在楼上，直接找去。快！黄忠。 东风，我胡了。哎呀，如梦小姐，人长得漂亮，这手气还那么好啊！这不是见你的东风吗？你要再这么赢，把我这人都赢走得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一让。让我去看看谁这是，影响我的秘密的这老白。 敲什么敲？不知道设哪儿设哪儿在这打牌的吗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我在这儿能出什么大事儿？探长，他去修管道，看见天台有个女人，有枪。对，还拿个本子记什么东西。怀疑他不是好人呢。肯定不是好人呐。带枪的女人。是，确定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还打不打牌了呀？ 打呢打呢，马上就下来，等我啊！哎，大龙，走，告。谁呀？ 是我，老板。怎么了？管道工人上天台修水管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番井。他现在去找盛天来了，估计一会儿就去检查，得赶紧通知一番井让他下来。盛天来也在这儿。对，马上下去通知寒夜发动车，随时准备撤离。好。 难道出事了？还差一点。 回去画完了，不行，必须画完再走。下了呀，怎么还不下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要搅和了我的手气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站长，你刚才说那人有枪？ 报告队长，这边没人。头，没有。人呢？探长，报告探长，刚才我明明看着他就在那儿。你看见他在那儿？哎，对，天台门锁的死死的，这是十二楼楼顶的人能变成鸟飞走了？你耍我的吧你？没有。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没有探长，我明明刚才看他就在那儿啊。没。
你看见这上没人吧？没人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周队，哟，人呢？你上来干什么呀？多危险！小心溅一身血。走吧，走走走。刚才确定看着一个拿枪的女人啊！报告团长，我敢用小命担保，我确实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，她旁边放的那把枪，我看的是真准的。她手里还拿着一个这么长的东西在那比。你，啊，团长，今天来酒店办入住的年轻女人有几个？年轻女人就一个，住在1102房间，是跟一个先生一起来的。等会儿，到走。小伙，守着楼梯口，谁也不许出去。是。出什么事了？探长，就是这儿。什么人？盛探长。哟，亲爱的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我就知道咱俩是有的聊的。来哥，咱们还打不打麻将了？啊，打。看到美女就不想走了是吗？打打打打，走，走吗？那天单聊啊，走，走了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打扰了。这是我根据今天的观察记录绘制出的机场布防图，你们仔细看一下。哎呦。这整个机场的布防相当严密啊，外围的部分我们都看到了啊，这机场的四周是用铁蒺藜做成护栏防护，这四个角呢设有四个哨楼制高点，一直有哨兵轮岗，而且装备有四挺机枪，每个哨楼上都有大的探照灯，这机场的巡逻队每一个小时换班，带着警犬机动穿插巡逻，停放飞机的广场还有一小队专职的巡逻队。除此之外，这机场的办公楼、军官宿舍都有士兵防守，整个机场内的兵力不少啊。都怪我们之前打草惊蛇，他们肯定会加强防护。他们这么严密的布防，那我们怎么下手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要想混进机场，在每一架飞机上安装炸弹根本没有足够的行动时间，如果不能够偷袭，那只能再想别的办法了。干脆再调集一些人来，咱们直接强攻进去。不行，不能够强攻。今天我和盛天来打牌，随口问了一句，他说机场有日军一个步兵中队保护，一旦出了事，他们还可以调动日本宪兵队的人加强布防，要强攻我看很难。哎，这机场的油库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里。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们知道啊，要引爆一个大的炸弹，一般呢，并不是在它的上边安装引爆装置，而是需要一个小炸弹去引爆它。那现在这个机场就有一个现成的大炸弹等着咱们去引爆。嗯，你想啊，这机场的油库要给几十架飞机加油，
这储量一定很大，至少在15到20吨。只要在机场油库满油的情况下，我们用炸弹引爆油库，那么它的爆炸威力足以炸毁整个机场。不愧是秦老师，想出了这么好的办法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们在油库放一颗炸弹，就能够完成炸掉整个机场的任务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机场的油库什么时候能够满油？只有在满油的情况下引爆它，才能发挥它的威力。那么机场油库一定是在要给很多架飞机加油的情况下才会满油。可是机场飞机的飞行计划都是由电台来控制的，我们很难提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大规模的飞机起飞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，尽快地搞清楚机场的飞行计划。我们大家都来想想办法吧。我来试试。哎，擦皮鞋了，擦皮鞋。哪位老板过来擦个皮鞋啊？哎，老板，擦个皮鞋。哦，好。你的人设掉漆了没有？好了，就当连拍了。好了，老板，来，谢谢。擦皮鞋了，乔老板。哎呦，打他耍啊！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你认识机场那边的人吗？机场，哎呦，真不认识。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机场，那边的飞行员？不认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认识日军那边的飞行员吗？不认识。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次走得比较匆忙，都没来得及跟你打招呼。我回了趟日本。去日本干什么呀？我未婚夫在那边，他是个空军。你未婚夫是空军？嗯，那就是飞行员了。小琴，你真有本事。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还是我姐妹介绍我认识的呢。哎，我一直想找一个当飞行员的男朋友，又帅气又高大又威猛。小琴啊，你也让你的姐妹给我介绍介绍呗。这还不简单，我跟我未婚夫就是在樱花艺伎馆认识的，那里有很多飞行员，你也过去试试呗。来，干杯。你真是太漂亮了。您醉了，我帮您叫车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宋文娟，请你放开我！来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敢打我？哎呦，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又来了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。你要干嘛啊？来嘛。妈，你别过来。
你别过来！干嘛呀？啊！你别过来！啊！哎呀！别过来呀！别过来！你要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你这个流氓！你没事吧？流氓！走，我们快走。刚才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别客气，这种男人真是太可恶了，还是很感谢你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附近呢？哦，我一个人生活实在是太寂寞了，所以刚才去远东俱乐部跳舞回来，没想到经过这里的时候遇到了这种事儿，更没想到遇到的居然是你。不瞒你说呀，我刚才都快吓死了，我这两条腿到现在还在哆嗦呢。是啊，太可怕了，幸好你没有受伤。哎，你们这里会有飞行员来喝酒吗？你怎么关心这个了？啊，我在远东俱乐部啊，认识了几个日本姐妹，她们十分迷恋飞行员，一直想找飞行员做男朋友。如果你们这里真有飞行员来喝酒的话，哎，我们不妨做一次爱情里的丘比特，你说对吗？要知道，能拥有你和约翰一样的甜蜜爱情，是多少女孩的梦想。你说的没错，不过他们不是经常来，机场管理非常严格，一般很少允许飞行员外出，好像只有道本君来的比较频繁。道本君？对，他叫道本太南，是空军总队的王牌飞行员，有些特权。哦，那他们一般什么时候来这里喝酒呢？一般都是周末过来，不过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来了。最近机场出勤比较多。哎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道本君前天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这个周末没有任务，可能会来。啊，来，那塔莎已经查证过了，日军机场的飞行员很少被允许外出，只有一个叫做道本太南的飞行员，经常去樱花一级馆喝酒。这个周末他还会去。我们要想快速拿到飞行计划表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扮成艺妓跟他混进机场，然后再找机会拿到飞行表。那我们能办得像吗？要是出问题了怎么办？我觉得这种任务只有他能完成。这个道本太南有个癖好，他特别喜欢热闹，人越多他会越开心，所以我们必须都要进入一级馆内，接近他，再想办法拿到这个飞行计划表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只有这一次机会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冒这个风险。喂，你们两个好了没有？来了来了。哇，看来你们平时太少打扮了，只要稍微打扮一下呀，肯定迷死不少的男人呢。我们一定要穿成这样吧？不舒服，也不好看呀。锦荣，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，委屈你了。娜塔莎，这个地方真的安全吗？放心吧，
这里我都包下来了，不会有外人进来的。这次任务我们要面对的是日本的王牌飞行员，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，见机行事。开始练习吧。武田总队长，我请你以后进来的时候先敲门。我来找你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新抓的共产党来招我。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没有？事情远比我们想象中严重的多。根据犯人赵共的话推测，短期时间，共产党已经派遣十几个人秘密来到江津，他们一定有所图，想要秘密进行一些什么不利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破坏计划。那他们的目的到底是想干什么？现在无从得知。你还记得那个抗日小队吗？我当然记得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派人搜查他，可是近期以来他们就像突然消失在空气中，毫无音讯。我怀疑他们也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否和共产党的行动有所联系。香烟，黄包车，香烟了，真是太好喝了，今天喝的 太多了。我还要喝，走，注意脚下，前面还有，咱们再去喝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梁子小姐，你们来了，帮你们牵红线的就是他。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们先去化妆，等到本君来了，我就去喊你们。一切拜托梁子小姐了。请跟我来。近点，这画着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许把我画得跟刚才那个女人一样丑，你听见没有？放心吧，我把你画的比她漂亮多了。嗯，进来。小点声！你干嘛把我画得跟刚才那个女人一样丑？我不要。喂，这是任务，我不把你画得跟她一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过关啊？你怕你自己画漂亮就得了，怎么着也不会选上我，要去也是你去。你别在我面前耍你大小姐脾气。娜塔莎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也少拿这句话再来噎我。你们两个不要吵了。记住，一会儿见到盗版太难，一定要小心行事。如果他们不带我们去机场，也不要勉强。总之，只要没露出破绽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听明白没有？这嘴，看看，差点要擦没了，还得冲火。这嘴，你喝多了，你喝多了，没事。那走吧，走吧，也不要喝了。哎哎，你小心点。道本君来了。
到本君就到了。进来吧。是。让您久等了。等一等。娘子，娘子怎么没有来？看不起我吗？英子今天生病，身体不舒服，连我都被传染了。今天向您介绍几位新来的姐妹，有她们陪着您，希望您能喜欢。道本君，难道你不喜欢我们吗？当然喜欢了，只要能让我开心，谁都可以。那么道本君，我先下去了，以免传染您尊贵的身子。早点好起来，娘子，回头还要一起伺候我，人多才好玩嘛！啊！道本君，那么我先为你弹一首曲子吧。好，好，姐妹们，上酒。来，来，快呀！哎，道本君喝酒。家乡的时候，常听我母亲唱起这首歌。每当她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我家乡的亲人。他们会成功吗？道本太难是职业军人，不是这么容易上钩的，我们得耐心些。家乡的妻子，我的花子，花子，我很久没有见你了，花子，我很久没有见你了，花子，花子，我想你。道本君，你没事吧？道本君，花子，道本君，道本君，你没事吧？道本君，他年纪小，你别介意啊。是啊，道本君，在家乡的时候，花子也是这么对我的。哎，花子，我很想你，我很想你啊，花子，花子。想办法把他治好。花子，道本君，你快走，来，站住！我就知道你不会扔下我的，花子。我带你去飞机场，我的公寓。我带你去看大飞机，我的飞机发射子弹，嘟嘟嘟嘟嘟，打死中国人！啊！我带你去看我的飞机，大飞机。对对对对对，一定要去公寓，妹妹。你要去啊，走的时候把包带上。去飞机场，去我的公寓，走，走，去飞机场，去我的公寓，去飞机场，去我的公寓。按照计划行事，想办法跟上他们。去飞机场，去我的公寓，然后带你去看飞机。哎，请。下车。
我们走。他怎么会挑上锦荣了呢？他说锦荣长得像他妻子。锦荣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我们一定要保护好锦荣的安全。大门队长，快点放行。对不起，大门队长，按照集团的规定，他不能进去。当然知道机场的规定，我也知道这个规定是都本少将定的。但是你知道我的父亲吗？和都本少将多么的熟悉，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成为机场最底层的地勤。不用废话，快点放心。放心。我们走，来。请。房间这么大，也这么干净，平时都是自己打扫吗？你身上一股酒味，你先去洗澡吧。我先去洗澡，请等我出来。请等我出来。宝贝，我很快就会出来的，啊！王喜欢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欣赏你家人的照片。啊，是吧？来吧，你别着急。等一下，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不在乎。这次行动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盗本太难看中，带回公寓。你们要记住，拿到飞行计划表以后，要迅速想办法撤离。这是一瓶药水，蒙在人的口鼻处，可以让人迅速昏迷。不过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尽量不要使用，这容易打草惊蛇，不利于后面的行动。
这么久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有人敲门。哎，哥哥，是我。我在忙着呢，快走，别打扰我。是，幕部少将紧急召集各战队队长去他的办公室开重要会议。没得现在吗？啊！少将说事态紧急。 需立即前往，否则与军纪论处。我马上就来。哎，大郎，你等一下，帮我送个人到烟花一技馆。哎，真可惜，只能等下次再约你了。没事，老本君，我等你。 好，下次。道本君。 期待下次与您再见。等等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云子。嗯。 锦荣，你没事吧？还好你这次反应快，没有出什么大事。真的是难为你，道本太难，简直就是个禽兽！锦荣，我一定替你杀了他。锦荣，这次真的委屈你了。一凡，赶快把这个底片洗印出来。 燃放和平的芬芳，满腔热血润红了眼眶。
明天的希望。满腔热血在心。